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gic Wings 千里之行。今天和大家来到香港的尖沙咀，看看这个 Heritage 1881、啊、忘记了它叫1881 Heritage 还是 Heritage 1881。这里是有一座古色古香的 building 的，现在就会和大家上去看看那里望出中樓和維多利亞海港的景色。這個廣場呢平時過時過節很多人的，因為它會有不同節日的裝飾啦，現在是難得是暫時什麼裝飾都沒有的，還有今天是平日，所以是比較少人咯。咁呢座建築物咧，我覺得佢嘅 style 咧同大澳嘅文化酒店咧就好接近嘅，係香港石果僅存嘅呢種 style 嘅建築噶啦。喺度飲下午茶都相當唔錯噶。啊，呢個地圖嚟嘅喎，原來係香港嘅地圖嚟嘅 ，Lantau Island 啦。誒，見唔見到啊？香港島啦，因為平時呢度咧係有好多裝飾啊，我而家都係今日先發現，原來呢度有個香港地圖。大家真係好好望下，呢個係香港嘅地圖。好，而家嚟上去睇下平台嗰個風景。呢度咧？就是尖沙咀的 Heritage 1881啦，咁我覺得呢座 building 咧好靚，好有特色嘅，所以今日特登嚟呢度拍噶。今日咧我就冇 book 位，就實係 full 啦，因為呢度咧要早兩三個禮拜咧先可以 book 到下午茶嘅位噶。咁我前一兩三個月咧都喺度飲個下午茶嘅，咁咧一間就會播翻當時嘅相俾大家睇下啦。真的很喜歡這個 building， 很漂亮。好，我們拍回今天的主角呢，就是這個 Heritage 1881、啊、不是，是1881 Heritage 那座 building 了。以前好像是叫什麼公館的，我都忘記了名字。現在看到的呢，就是之前喝下午茶拍的照片來的，咁環境係一流噶，咁個茶點嘅味道都唔錯嘅，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試下啦。呢度咧就係中間庭院嘅景色嚟嘅，有陽光嗰時咧喺度坐下行下都好舒服噶。如果你會去洗手間咧，就會經過呢度噶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上去嗰个信号塔里面望下咯，都要行好多楼梯噶。呢个就有 show 一个时间球，应该系时间球机械装置，上去睇下先。哦，原来呢个咧系叫做时间球塔啊。就是香港天文台啦。哦，時間球嚟嘅，應該俾啲航海船即係用啩。有少少關於香港天文台嘅歷史。出去好靚喎，呢度都好開始行樓梯啦。好似行幾咁遠咁嘅，其實都係好少啫。大家近距離睇下，
呢啲一個視鏡台都好大喎、啊。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呢個齒輪構成嘅咯。啊，原來呢個嘢係頂嚟噶啦。同大家喺度望翻去嗰間屋先。啊，呢個 view 好得意啊！好啦，行完一個圈之後咧，就開始落翻去啦。哇，落去望少少斜咁噶。因為比起另外一個天文台塔咧，就矮好多嘅。有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去睇下嗰個天文台塔啦。反而透過啲窗望出邊啲風景又幾得意喎，係唔同嘅視角咯。咧以前啲門同窗咧形狀都好特別，即係唔會係正正方方好豎咯。呢度咧就同大家近啲睇，穿埋去睇下，睇下我哋稱為菠蘿包嘅太空館啦。見到啲辣度居然開得咁靚咧，就知夏天就已經嚟咗噶啦。其實而家係四月初，但喺香港天氣已經好熱啦。啊，好靚啊！呢個杜鵑花，唔係杜鵑，係。都啱嘅，辣到捐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，希望你都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亦都可以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嘅 Magic Wings K。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